凯台北报道。彰化县社头乡有袜子的故乡之称，为了庆祝母亲节，彰化县政府也特别举办了孝亲感恩，特别的是呢，要有小朋友帮妈妈穿上丝袜展现孝心。穿上点点袜，随着音乐摆动，美腿配上透明黑丝袜，立刻有加分效果，让台下的小朋友自告奋勇上台帮妈妈穿丝袜，表达对母亲的感谢。很开心啊，而且大家做家事，其他帮忙。袜子就像是女性的第二层肌肤，贴近妈妈就等于抓到妈妈的心。看到美女代言，让台下的婆婆妈妈不等母亲节到来，当场自掏腰包犒赏自己。我一次买了那么多双，想说也是一样好给。就是支持我们台湾的产业嘛，然后也让我自己的家人知道说台湾的东西的好这样子。彰化社头向来有袜子故乡之称，全台90%的袜子都出自社头。业者求新求变，让袜子不再只是传统保护的功能，还能美化双腿。两岸的发展，很多大陆的制品哈会冲击到我们国内的产品，但是因为我们的丝袜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的竞争力也很强，所以 MIT 这种产品在我们社头是非常的有名哈。不怕大陆货来踢馆，台湾丝袜走向时尚，让天下的妈妈们过个时髦的母亲节。多谢用张志军台中报道。